苗栗市公所期盼自由会节发通，今日系推出的自跑会良禽自由会，而来去从空中放良秀，今日系举行的慈悲仪式，希望透过亲子自由会结合客家吉祥，来为苗栗自由会节参前暖身。用禽自由会天灯，顺风下入代表反境界自跑私人的造型的自由，为苗栗市自由节发通开幕。今年都好系两年，而且又有客庄亲友代表性个节庆放粮，市公所特别是用天灯放粮做主题，展现自由节个客家意象。空中的部分呢，我们今年会有不同的龙的一个风筝呢，会在这边呈现哦，不管是客家龙啦，或者是台湾的祥龙啦，或者是西方的那种所谓的比较奇特的一些特色的一些龙等等哦，都会在这边做一个呈现哦。苗栗市公所当年东北季风来个下，所以期盼自由文化节，今年系第14年嘞。除了展现客庄的特色之外，还邀请国外的团去来到台湾表演，而本台也看到丰富的自由文化。像日本、印尼还有新加坡团队来做冰风筝，那今年嘛有用节庆哦，斗闹热的这种感觉啊，天大我会看到鞭炮的风筝，还有啊放粮的粮的风筝，那用客家之光也系明年的要放粮文化接着起步。新公所指出，用自由系称呼个亲子发通，每系一多年细汉时节个回忆，希望大部分个发通结合地方民俗文化。亲自庆祝感受客庄街自然风情。客家新闻中，苗栗报道。